年气候反常，我啲黄姜啊都要吹风扇啊，如果唔系都唔掂。一阵就好夏天，一阵就落下雨，所以都晒唔到嗰啲黄姜。而家晒到差唔多干干地噶啦，日吹夜吹，开住把风扇嚟吹。睇下几大风啊！如果唔系啲黄姜唔干啊，你睇。吹到佢乾乾地啊，差唔多。如果唔係會發毛啊，噏住喺度。嗱，呢個都乾啦。今年啲黃姜都 OK 嘅。